钥匙圈上挂着一颗迷你的控把，做的真的是很像，让人家口水直流哎！这才是彰化人的肉刑石吧。加上一段金句，衰运就像是控把，可以滚了；人生就像控把，载浮载沉。还有最后这一句，完全命中，身材就像控把，呵呵，好肥。谢谢，太棒了。这是彰化控肉饭节即将加码赠送的控把金具钥匙圈，七号开放兑换，一早就有人来到县政府秀出证明，抢先领取。因为上次没有换到。哦，啊，接下来好像还有隐藏版的，会再拼一下吗？会，我还要再拼就对了。我早上6点还去买的。哦，为了集满5个彰化民众，还特别一早再去补吃一碗，就是为了抢先兑换这一款限量1000个的隐藏版钥匙圈。数量2000个，想必已经足够了。当然，我们也会视后面的民众兑换状况，我们再来做评估。彰化控肉饭节活动从9月开始到10月底，除了能抽奖兑换纪念碗，还有这个金具钥匙圈。除了原有的金具，生活就像控把，超级软烂，已经戳中了不少人。现在又加上新版金具，预计也会吸引更多民众加快狂吃控把崩的脚步。TVBS 新闻陈志忠彰化采访报道。